东山岛跟马尔代夫一样漂亮。我们有美丽的海湾，有碧蓝的海水，有蜿蜒的海岸。它曾经是一个荒岛，但是在50年代，我们的老县委书记古文昌先生带领东山人民战胜了风沙，把沙岛变成了绿岛。现在我们的养殖退出去，一步一步来规划。过去它的这种设施都是比较落后的，包括泡沫浮球，包括木头浮板，这些材料对海水都会污染。要把生态保护好，要把环境保护好，跟老百姓的重养就有矛盾。我们通过召开座谈会，以自然村主为单位开展讨论，从去年的10月份到今年的3月份，半年时间做方案、做决策、形成共识，然后组织大家一起来进行养殖种植的全面整改。政府给你们打电话让你们换吗？是啊，政府打电话叫我们海区全部换掉嘛。觉得政府有道理吗？有啊，这个环保比较好。原来呢，只用了那种泡沫球，泡沫球差不多3年寿命，然后呢就颗粒会氧化散掉了。改造这种塑料浮球呢，它的寿命可以达到15年。那么刚开始的时候，老百姓也很多不会接受，因为要重新换一片，他们要投入啊。但是我们政府出台了一个厉害的政策，叫以奖代补，早干的多奖，迟干的少奖。政府呢就是那个浮球补贴，就是减少我们当地的这个渔民的这种压力。这些白色泡沫都在换，您家有换吗？自己都换了40-50万的泡沫啊。都是自己出钱吗？政府补一半，我们出一半，就这样。这两年的变化挺大的，从去年政府对这些鱼排还有塑料的浮球的改造，海的那个环境变得也好了，还有对鱼的那个成长非常的有优越。这两年日子有变好吗？如果把这些都换了，钱有赚更多吗？不会。那您现在一年可以挣多少钱啊？一年就几十万嘛，挣几十万，赚辛苦辛苦钱。So if I want to be a fisherman, how many do I need to survive? 一个人的话，你差不多管50根。They found a solution which both protects the water and protects the livelihood of the fishermen. Rather than just saying, we've made a decision, your life is destroyed, we don't care. Well, that's a win-win situation. Improving the water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the fish, which increases people's revenue. 现在我们是真正叫做有序、有效、有力的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让海水更蓝，让效益更高。让老百姓的作业更安全。He said that the government introduced some supportive policies to help. So, how does he think, or does he know how they came up with those ideas? Did they talk to the fishermen, or talk to a representative, or how? 他们有什么想法，然后呢会说出来跟我们当地的这种养殖户，就是探讨怎么样做才会更好。比如说你这个海域养什么鱼，政府都会去关注。鱼生病了怎么样处理，政府都会一些政策去找一些专家。来帮我们。Their life is getting better, and we've seen evidence of the conservation projects that are taking place all around the area as well. And I think that that's definitely making a difference to, you know, the overall complete package of development sustainably. 我们在2018年以后，就是管起来以后，一户人家，你保证在海上，你只要愿意从事养殖，你都有一块海地。您看这边过去。这边跟那边都是新房子，老百姓房子建得这么漂亮，我们就开心了。今年海菜的第3季啊，户均收入超过60万，那很好啊，这就是海上粮仓。我上山下来都还是比较猛的。真的，现在等于说这些
科研完全都要由我们企业来去做，然后压力很大。就企业就是在科研这一块，需要政府在科研的时候。对，比如说找到的专家比较有限，那如果说是政府能够帮我们来牵头搭线一下，说哎呀这方面的专家我们比较了解，我们有什么能稍微带动一下，这样的把我们的产品这种增加值增高，对市场的这种受众度更高一点，好卖。好赚，所以现在就操心这个事。我负责养孩子，负责养鱼。那你把孩子养得好，他就把鱼养得好。Which is the harder job？ 多不容易。我说我难，他说他难。对对对，多不容易。这么多年的工作，有没有什么事情一直想做，但是还没有实现的？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要更加务实地做好我当下的事，比如说我想建一个很大的冷库，装很多很多好吃的给大家，但现在还没做成。我要想做一些海上牧场，但是这些说是很具体的生活事，也是事业事。但如果说您还有多少事情呢，我认为啊，永远在路上。What impressed me is just how high the level of approval has to be for them to be considered as even close to a success. You know, he was talking about 60% is a failure, 90% is what I generally aim for. You know, above 90% I'd be considered successful. And if you apply that threshold standard to a lot of other political systems, there'd be no candidates who would be considered successful from the current political class. Standard that they set for themselves is just really, really high.哎呀，你看你的头发白成这样子了。怎么你在医院检查上？最近身体怎么了？那天做体检说是那个什么结肠癌高危嘛，然后让我赶紧复查，复查了还好，没什么大的问题。你刚才跟我说你生病了，我吓了一下了。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你那个身体照顾好，我看看如果有适当的时间，我再去看看兄弟们啊。好，保重。OK。哎呀，走掉好几个了。看你们手上，就是这里啊，还有这个地方。就是因为我们很多在高原工作的人都会这样，皮肤会受伤。为什么身在福建，那么想去援藏呢？西藏那个地方发展相对滞后，但是祖国的大家庭当中呢，一个都不能少。内地沿海的同志应该到西藏去，把一些好的理念，把一些好的方法教授给他们。书记你好。你好，你好，小姐。工部江南县的干部群众都希望再见见书记啊。好啊。书记要注意身体啊，工作比较忙。这个扛把汉子歌里面主要讲的这个血压有点高，血里流着马蹄的声音嘛。现在唱是吧？现在唱，我想听。血管里响着马蹄的声音，眼里是圣洁的太阳。当情歌就在心里歌唱的时候，世界就在手上，就在手上。人总是有追求的，人有理想，人生来回嘛，长与短而已。有的人活了100岁，其实不顶30年。有个人30年顶了人家300年。我们本身是从穷苦的环境走出来，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改变这个现状。